牛头上单其实行，俺们来个牛头上单这一把，带什么呢？要牛头的话，就得带这个，带个艾迪吧。我们得耗人家血，在线上的话，你只能带这个。你在电刑耗血，你没办法跟人一直打，你知道吗？你二连完你就得跑，你打不过人，你谁也打不过。这把是个天使，我们主要是为了什么打线上？我们为了耗血，主 W 顶人，那就艾迪。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裙子给你掀喽。今日は青のストライプか。做个泳装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做泳装呢？肯定做泳装啊，80法强，200生命，600法力，20技能急速，这个可以的。而且冷却时间非常的短，20秒。做个泳装，而且我们 W 以后泳装再接 E 再接 Q， 可以控制人家10秒钟。挂顶，顶完就跑啊！你要干啥呀？咋的呀？啊？你咋的呀？吃药？我顶！敲！滋了！哎呀啊！真恶心，还从塔后过来干个。哎，300块，漂亮！我顶！爽！我顶！他没有大，你跟我一块拆来。将他们冲散！我，过年好。他打W没顶着。俺很生气。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直接干这天使都行，我都赏金都等点过来了都。你必须跟斩。我顶。短。谁能想到一个牛头居然把天使压制住了？哼，回家了，来个泳装，泳装出完，出一个星界驱驰怎么样？这个捡吸地加的多，牛头主要就是吸地，在我们 Q 技能真空期 W 能续上 ，W 真空期 Q 能续上，这样就行了。Q 泳装。我这不给你顶出来吗？哎呦，你大爷的，你跟谁打呢？我不打死你啊。端顶，牛年快乐。跟我打，跟我牛头打，来波中路啊。一看对面就没眼，这波全死。泳装，端儿，你给我走！泳装，哎呀，别！打不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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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着。你打得过？龙年快乐！打得过我呀？这寡妇直接放大，确实挺恶心人的啊！来个美甲窃魂卷，这寡妇今天得治治他啊！
这寡妇用双端儿顶，基本上让我客户控着的人就没办法走了，根本走不了。三连控，永双禁锢1.5秒，永双开大，这什么伤害？哦，融化了，你也不幼，确实不幼，65伤害减免还是有点低了。走，跟我杀天使的，那天使不能走，他100%还得带。来，把天使杀了，先吃个药。W Q 永双端端端端开大端顶起立端端端端叮顶致命点，W Q 二连永双我融化了。哎我靠，简直融化了，好大龙啊，可以啊。天使八步九 Q 永双叮叮叮叮端顶哦，走下去杀天使，他肯定还得带，这人已经心态爆炸了，我跟你们说已然是心态爆炸呀，不带了，那你到底爆没爆炸呢？是不是瞎大意？高地没了，哎呦我，那这有点不应该了啊！那打完大龙 buff 怎么让人打没了呢？永双叮叮叮叮，拆塔吧，那巴德自己单挑对面打野啊，永双叮叮叮叮叮，让我秒了，那 ADC 都没法动你知道吗，剩两个人他们家，永双钻洞，在这等一会儿俺俩啊，快跑顶 Q 闪永双开大招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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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下路吧，你必须跟斩，我猫这差多少钱呢？差992。哎，救命啊！永双，哇，舍己为人了，兄弟们！你给我拜年吧，我给你拜年。来个猫的。那风龙魂跑的是快呀，哎呦 MVP 拿下，我这牛这猛不猛，巴德 6.9 不合理，怎么不合理呢，相当合理了，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